影片内见中文字幕，有需要的请自行开启。首先注意，如果你是电脑白痴，请打电话给你的工具人朋友，叫他来帮你搞，15分钟一定能装好，不要浪费时间自己试。步骤一，下载并安装夜神或其他你喜欢的模拟器。步骤二，创建一个安卓 5.1 版本模拟器，细部设定请参考影片设置。步骤三，下载并安装 QOO。步骤四，用 QOO 下载风之谷国际版，不要载错版本，也不要马上安装。步骤五，登入 Google 商店下载免费 VPN。用什么牌子随便你。步骤六， VPN 挂加拿大或澳洲 IP。 确定挂好后，再安装风之谷 M。 步骤七，登录并更新游戏。当提示需下载 1276MB 时， VPN 可以关掉，用自己的网路下载更新。最后会停在 98%。关游戏，重新挂好 VPN。再登录游戏。更新完最后的 123MB 就可以创角开始玩了。以前影片教过怎么转成官方繁体中文，这里就不啰嗦。另外，如果免费的 VPN 很烂，容易断线，可以在进入游戏登录页面时，等大约十几秒。在系统侦测完 IP 后就把 VPN 关掉，成功的话就可以用自己的网路玩，失败就重来，或自己找找有没有更好方法。以上 ,Google 姐姐配音 ,881。